下碗与锅面太滑了，上不去啊，这下肯定能难住师傅了。咦，今天这锅不好上，让师傅上他肯定上不去。咦，师傅，这锅今天你要能上去，今晚上我请你吃饭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上给你看啊。好，太小看我。今天徒弟跟我说这个坡能爬上去，他就请我吃饭，当然没这么简单哈，因为下完雨了，坡面比较滑，所以不好往上爬，再选择用铲斗勾着往上爬，然后呢爬到一半再勾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没想到一松开铲斗，挖掘机就往下滑，难怪他会说请我吃饭呢。咱有办法，下面咱们看哈。小子，难怪你让我爬呢，等着。这个时候咱上到能上到的位置，然后把大臂小臂全部伸开，伸到最底，抓着地一直往上走，一直往上走，下压大臂，收小臂，踩行走，一直上到差不多上来了，然后咱再提大臂把挖掘机落下，这样呢就上来了。怎么样？行，今天晚上请客啊。好。